一个人一门手艺，钟情一生，传承路上不遗余力。鹿城琼是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彝族点蜡刺绣的代表性传承人。他12岁跟随母亲学习纺线、织布、点蜡、刺绣，17岁技艺逐步成熟，32岁出师带徒弟。点蜡是彝族织系白裸人服饰制作中最为重要的工艺。不描绘底图，仅凭手中蜡签，直接在衣裙、头帕等布料上点绘，图案规范且线条均匀流畅。鹿城琼的点蜡手艺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和发展，但却从不改变点绘的图案。这些图案是有着特定含义的民族符号，他要用自己的双手将这一技艺完整地传承下去。